猪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很高兴和你们再次相遇，感谢观看。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猪鼻子，猪眼睛，这个好冷啊，羊头，等一下，我把这两头掰开。嗯，要么是这儿，我给你尝过吧，你吃吧。尝尝，尝尝。来。嗯，你倒是倦吗？你倒是一眼睛黄瘦不眼。拜拜，今天咱们又来一个大羊头。哎呦，我这两天吃的都是比较大个的，因为这个肉多。走吧。还有一个羊耳朵呢，
咬舌头。我超喜欢吃里面的脆果，感觉超好吃。哎，这个脑出来了，羊头。大家好，我是小鸭，刷到此视频就是缘分，感谢大家观看。一个红心对您来说只是举手之劳，对我来说就是最大的鼓励和支持。这个视频拜托您帮我点个免费的小红心吧，小鸭在这里非常的感谢大家，谢谢。把这两个是爆开，这一整个点吗？把它来来这两个舌头，哈喽大家好，我是海酱，我吃羊肚包什么你来看啊，辣酱辣酱吧，这个辣酱看着就很实用，其实它不怎么辣的，配香其他都好吃，吃个名字的辣酱，好开动吧，看看太油了，吃辣酱有点甜，甜口真好吃，
前面那个麻辣鸡汤很辣呀。直接一口它就下来了，哎，辣死了，头也不不好看，这边包的确实好过这酱死了，买什么跟猪脑的味道一模一样，它的脑子跟猪脑的味道根本一模一样，它不过是哪个都吃不出来，黏黏的软软的。朋友们下午好，谢谢你们来看我吃东西，今天吃羊头，先做点料，这个羊头一定要趁热吃，它才不酸，特别香。小羊小羊你别哭，吃完还有那鱼大叔。